OK Garmin， 它多 OK 呢？它现在变得这么 OK 了哦，这么 OK 了哦，穿戴式的装置，上面是双肩啊，双肩的背带，下面呢是这个叫做书包夹，搭配了 GoPro 的这个关节两个，一个正一个。一个长关节跟短关节，配合一个黑快拆 ，SPG 防泼水。那么这边再一样一个黑快拆，再搭配的一个 GoPro 的关节一长一短，和一个 J 扣。现在这里是 J 扣 ，J 扣这个叫 J 扣哈 ，J 型的，不要买错。再来关键的零件在这边，后面这里。这个配重是专门为了 Verb Ultra 30做的，让它能够取得平衡，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效果。这个就是在雨天能够作业的一个装置 ，SPG 防泼水三者稳定器，搭配 Verb Ultra 30 4K 的相机，还有它的防水壳，这样子呢就能够完成所谓的雨中作业了。那要下水呢？吼、哦，那是 impossible 哈、哦，卖想想多哈，哈、哦，咱老在厝里困较安全哈，唔通乌白走哟哈。好、哦、来，等下咱要出去行哦，啊是要骑脚踏车咧，哦，阮这两项阮两个拢会试，哦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